Hello，各位同粉们，大家好呀！今天要来分享一下垦丁旅游的部分。国旅大爆发，仅限100间，售完不再追加。即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前，限平日入住，附两人自助早餐，再加送两人早餐，共4客早餐，不限大人小孩。平日、望日，望日就是周日到周五均不加价。周六假日不适用，寒假期间1月21到1月29以及2月6号到2月10号每房需另外加500元。1月30到2月5号农历春节不适用，现在还有加码高铁来回接驳或者是夏都伴手礼二折一，升等房型价差早餐仅维持两客，升等海景二楼家庭房加500元，或者是升等海景一楼家庭房加1000元。订房办法以及说明，建议各位请先致电到垦丁夏都查询你要的日期有没有房间，再来确定适合日期有房，再下单购买转账，转账后填表单订房，完成订房后将以电话简讯通知。若无法在3月31号前完成入住，4999元将转入平台当购物金使用。只有订三景家庭房才有多送两客，变四客早餐，不分大人小孩。这边要记得哦，订房异动都必须在入住前的14天提出。寒假加价500或升等海景房500或1000，入住时付给饭店即可。国旅大爆发，仅限100间，售完不再追加。加买早餐收费标准：未满6岁或120公分以下免费，满6岁到12岁或120到140公分以下的儿童早餐。220加10%，满12岁或140公分以上为大人，早餐360加10%。尚未确定日期，也可以先下单购买专案。防控的话就以饭店为主，限量优惠接受完为止，先抢先赢哦。改期或取消订房，规定请以依照饭店为主，优惠券售出不退。注意事项：平假日定义、设施开放时间、加价，皆以饭店公告为主。订房改期与取消规定，依照饭店规定为主。平假日定义，平日的定义，周一到周四，小假日、假日、大假日、望日除外。小假日定义，依饭店公告之日期。假日定义，周六以及饭店公告之日期。大假日定义，连续假日、暑假期间及依饭店公告之日期。望日定义，春纳期间、暑假期间之六、农历春节期间以及依饭店公告之日期。请大家切记切记，一定要依饭店的平假日定义为主。饭店地址：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451号。饭店电话：0888623345。夏都的环境管别。房型设施概述：夏都有三多，房型多、馆别多、专案多，就是含住宿券专案。夏都有三个馆：普罗馆、马贝亚馆、波西塔诺馆。除此之外，还有分山景、海景、一楼、二楼，或者是三五楼。这是以下垦丁夏都沙滩酒店的休闲娱乐活动时间表。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垦丁夏都沙滩酒店他们的官网，也有活动表。垦丁夏都沙滩酒店有分为海上活动、陆上活动、室内休憩活动，非常的丰富。好，现在要来教各位要怎么到亲子同享的官网来做垦丁夏都沙滩酒店的专案订购。首先开启浏览器，上面输入，点击第一个搜寻结果，进来这里有线上订房，拉霸下来有垦丁夏都度假酒店订房登记表，点击进去，这边就会有 Google 表单，上面的内容可以再注意看一下，填好资料，按提交。快速购票这里有垦丁夏都待订房限量的，点击进去。以下专案内容可以再帮我仔细详阅一下，如果想要更详细的开团详文，我们可以到亲子同享官网，这里开团详文，开团中找到垦丁夏都沙滩酒店待订房，点击进去可以看详文。可以点击这里
点我购买专案，点击进去，怎样会跳到这个页面？这边帮我注意一下，转账后填表单订房，点击这个连结，就会到 Google 表单，也一样填好资料，按提交。